是这个民歌康乃馨啊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演唱会。第一个，他是民歌嘛，啊，对啊，还有民歌手，还有呢，这个听民歌长大的，比如说叶欢呐， 啊是，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。我以为说你用戏剧天后来这样形容他，没有，他是听民歌长大的孩子啊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唱的又是跟母亲节有关系的一些歌曲，是是是，当然不是全部啊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把这个母亲跟这个这个民歌有做这样的连接，还有一些是妈妈年轻们的时候听的歌哦，哎，我们也会唱给他们听。那我为什么刚才这个唱我那天我唱《再别康桥》？嗯，因为我就这样，我妈妈以前我每次要出去演唱会，她那时候住在屏东，我每次要出去的时候都打电话跟我妈讲，妈，我要出去演唱会，嗯，她说哦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还没讲，她就说《归人沙城》，我说对对对对，《拜访春天》啊，对对对，你就没有别的歌可以唱了吗？这样的，所以我这次特别就为了她唱《再别康桥》哦，是是 是，表示说我不会只有唱这两首歌。这一次真的实在是这八位的组合，我刚提到，哎，真的是相当特别，有叶欢，你看还有年纪。年纪小的陈爱美，哦，陈爱美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了，哎，都是比较年轻的。我主持不下去，赶快好好介绍他们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欢迎这几位，对不对？来，母亲像星星一样照耀我家门窗，圣洁多慈祥。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风灿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